闪电吗？你亲也亲了，抱也抱了，换回来了吗？不如你就接受现实，先维持现状吧。维持现状，你倒是适应得快。也对，都能用本座的身子去找别人侍寝，自然高兴得很。我不找别人，难道我找你啊？对啊，看不出你平时装出一副高傲冷淡的样子，没想到女人也不少。本座何曾有女人？明明就有。本座说没有就是没有。还装糊涂，有什么好不承认的呀？哼，本座也无需向你自证清白。对啊，反正你都说了对我并无半分情意，你的事与我何干？我还不感兴趣呢。你知道便好。哼，你还有心思与本座磨牙斗嘴？你可知你我现在处境？蠢女人，你冒充本座一整天，没发现吗？一旦有人知道本座与你互换了身体，现在是废物一个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你我都会死无全尸。你还活着，不过是侥幸。你是故意吓我的，对不对？